接着看今天的山海气象。首先来看屏东狮子牡丹满洲，温度23度到29度。太武兰宜春日，温度21度到29度。三地门雾台马家，温度18度到29度。高雄的桃园那玛夏茂林，温度17到27度。嘉义的阿里山，温度17到25度。南投仁爱鱼池水里信义，温度12度到25度。台中和平16度到24度。苗栗南庄师坛泰安，温度是19到24度。新竹关西尖石五峰，温度14到25度，降雨率2%。新北桃园乌来复兴，温度19到24度。宜兰大同南澳，温度17到27度。花莲的新城、花莲市吉安，温度24到27度。秀林万荣，温度18到27度。寿丰丰滨，温度23到27度。凤林光复瑞穗，最低温23，最高温27度。卓溪玉里富里，最低温17度，最高温26度。台东的长滨成功东河，温度最低温24度到28度。车站关山海端延平，最低温18度，最高温26度。鹿野台东卑南，最低温23度，最高温28度。太麻里大武金峰达人，最低温19度，最高温来到了29度。兰屿则是26到28度。再看外岛地区，连江、金门、澎湖，最低温22度，最高温27度。